玄，我终于为你报仇了，师姐不怕，我这就来陪你。请问编剧天灵盖往下装的都是水吗？那么多帅逼男主放着不要，要把他们杀光了再殉情。感情女主和她那活泼三级的六师姐才是 CP。这边建议起名改名无人生还吧。You can, you go。欢迎来到异次元穿书系统，本次穿书作品是师门不幸，你的身份是原著中只活了三集的六师姐，但你和师兄们有着不为人知的前世纠葛，你的任务是瞒住前世渣女的身份，同时提升各师兄好感度，不是心疼他们吗？只要攒够好感度，赎清罪孽，即可回到现实世界。从今日起，你已经是随心门六弟子云威，愿你日后自在随心，不负此生。看晚上红抖音。